这是个粉画，这是一个有底色的一个衬板。衬板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配框子不是有内衬吗？就是那个内衬的那个衬板。这个衬板呢有很多颜色啊，而且它那个表面那个纹理啊也是很丰富的，仿各种质地啊，包括布料，石料那个面，所以说它就是因为有这些方面的有这个优点，所以说特别适合画粉画。我呢是为了进度快啊，事先用炭笔啊，木炭条啊，就是打了个底子，就是简单的勾了个线稿，然后就拿了白色的粉笔直接画。大家看看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好像是画素描啊？拿白色画素描。所以说，这个粉画是跟素描是有很密切的联系，或者是说粉画是素描的一个延续，只是增加了很多色彩，画法基本相同，只是色彩不同啊，色彩丰富。现在呢我就画一画，完了就用手揉一揉啊，揉出这些虚实关系吧，再进一步的走，然后注意它的明度哈。这是从这个素描角度来讲，暗面那个亮一定要控制住哈，不能超过亮面，这个度要把握好。然后呢，要使它的颜色呢丰富，很微妙的丰富啊。也注意这个投影和明暗交接线，投影线和明暗交接线的区别，一个是戛然而止啊，像刀切线一样投射在另外一个物体上，然后就是有丰富过渡面的这个明暗交接线，也可以理解为一虚一实吧，大家要把控住这个啊。左顾右盼，照顾整体。那么今天我们的 break time 写点什么呢？ break time 就是休息时间啊，这个休息时间一般是在工作时间的休息啊，一般来讲都是比如说上午四个小时，那么就在中间那个两个小时的时候休息十五分钟。那么今天我就用铅笔写一个歌词吧，这个歌我蛮喜欢的，听到别人唱这歌呢，就让我想起了我知青期间呢上山下乡的那个日子了。相逢是首歌，眼睛是春天的海，同行是你和我，哎，我看到这首歌的词啊，我就想起那个蹉跎岁月那首歌了，看着看着很感慨，总想流泪啊。相逢是首歌，thank you.
心儿是年轻的太阳，真诚也活泼。相逢是首歌，分别是明天的路，思念是生命的火。相逢是首歌，歌手是你和我，心儿是永远的琴弦，坚定也执着。哎，泪也下来了，挺好。这也是一种转换，一种休息。